各位早晨，这份是我今天的早餐，鲜橙汁、全麦饼、杂豆蓉。这些杂豆蓉是用这一罐罐头杂豆做的，原本是这样一粒粒，刚才就用个镬加少少水，加些杂豆，一边煮它一边用个镬铲来压下它，压到它现在这样的样子。如果用个搅拌机来搅它，就可能真的溶晒变成花生酱这样，但我又不想开搅拌机，咁就喺个镬度一边煮一边压佢啦，阵间就系我嚟搽落个饼干度食嘅。好啦，我开始食早餐啦，祝各位 happy 每一日，拜拜。